当然会怕啊，虽然刚刚地震还是会紧张，而且旁边又是大风屁，但是我还是要回娘家，因为家里还是有事啊，老婆家里有事，不得要用这个，又用那个，而且火车现在订不到，而现在车上东西又很多，所以没办法啦，就乖乖排队啦，希望能够等一下是平平安安的那个出去书画啊，也希望说能够有早点安全的道路啦。请到达时间将有所延误，当您宝贵时间，敬请见谅。